我抓住了，我抓住了。啊哈，你被抓住了，蝴蝶。从现在开始，你就是我的囚徒了，欢迎来到你的新家。桃子公主监禁日记第一天，监禁日记1001天。桃子公主，今天是我们的周年纪念日，我不在乎，我要求婚了，这婚前协议还有戒指，不待在这里，直到你准备好说好。什么时候会有人把我从这个监狱里救出去？桃子公主不见了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桃子公主失踪了吗？我来帮忙。我最好的朋友桃子公主，我好想你。黛西公主，哦，马里奥，我的朋友不见了，请帮帮我找到他。马里奥，任你支配。酷霸王绑架了他，把他关在他的地牢里。对付这条龙对马里奥来说很容易。等等，为了打败酷霸王，你需要找到三个神器。我有一个，一颗魔法星星。妈妈咪呀！不不不！首先，你得找到一朵火花和一个超级蘑菇。一旦你们找到了它们，就回到我的城堡。我们会带着星星去找桃子公主。再见，超级英雄！朋友们，想帮助我们的英雄吗？在下面的评论中写下拯救桃子公主并点赞。我们快到了，快到了，我们迷路了。啊，应该把地图反过来。马里奥，我找到你了。看，小丑，这一朵火花。Here we go！ 我会看着它。你去摘花。为什么总是我？哦，啪！火球，这很危险。奇诺比奥，我有一个计划。我会分散花的注意力，你去采摘它。明白了，既然如此，那就去吧。Okidoki。Here we go。加油！奇诺比奥，抓住它！你好，花，你可以在我的背包里放松。我拿到花了，这给我的公主的花。哦，我被他们迷住了。我知道所有你最喜欢的东西，你是我唯一的最爱，亲爱的。吃葡萄吗，公主？想要一些蛋糕吗，我的小龙？你是我的宝贝。我们的约会是最棒的。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。桃子公主，醒醒，又是你，我恨你。放松，奇诺比奥，我有预感，蘑菇就在这里。Here we go。这里有什么？哦，一个蘑菇，还不错。敲门，谁在这里？哦哦。嘿，兄弟，最近怎么样？很高兴见到你。嗯，点心。我到底在哪里？
这个房子里有什么？这蘑菇，马里奥，给你。非常感谢，哥们儿。太好了，你回来了，接着，我们继续前进。公主，你醒了吗？你愿意嫁给我吗？绝不！我知道这会是一个挑战。幸运的是，我是一个能说会道的人。不，停！我才不怕痒，你会后悔的。又是一天，又是一场表演。我们的心很合拍，没什么新东西，这是有史以来最有趣的摔倒。帮帮我，我的手被锁住了。好吧，我会放了你。这容易。想知道我对你的婚前协议的看法吗？再也不要唱歌了。再见，我闻到了自由的味道。停，你以为我不会解开绳子吗？你需要一把更好的锁。黛西公主，她也失踪了。所有的公主都被诅咒了吗？多么伤心啊。哦，神奇的星星在这儿。看，吉诺比奥，我们仍然有拯救公主的希望。这脚印是谁的？酷霸王在这里，我们抓住他。闻的时间到了，我唯一的最好的朋友，把苍蝇给我的花花吃。绑架公主真是让人筋疲力尽，我需要小睡一会儿。好了，她睡着了，太好了，我知道我们怎么出去了。我只需要记住如何用发夹撬锁。成功了，我们走吧。耶，等一下，我出去之前打扮一下。没时间打扮了，桃子，我们需要快走。好吧，现在要干什么？我不能把我亲爱的狗留在这里。耶，你可以。这是我的错。停！女士们，你们想去哪里？你不能阻止我们。无论如何，我们都会从这儿出去的，龙。我们需要一个新计划。桃子，桃子，随便，我会自己想办法的。我必须专心，仔细思考，黛西。哦，按摩。哦，看，多么漂亮的花啊！还会发出奇怪的声音，声音不是花发出来的，是黛西公主。嗯，不，这是一个陷阱。抬头看，哦，多么可怜！我们被抓住了。别哭了，吉诺比奥。嘿，酷霸王，让我们出去。那么，所有人都上当了吗？待在这里，一群衰仔。这个怎么样？小心，酷霸王。要让蘑菇起作用，必须先吃掉它。不过，我们还有火花。大衰仔，再见。我的公主，哦不，我亲爱的朋友，醒醒，你还活着，你还好吗，奇诺比奥？一切都很顺利，我会留下这朵花。对不起，朋友们。嘿，花花，我想给你介绍一个植物。不不，这是朋友，不是食物。
停，牙拿开。我有一个计划。生日快乐，桃子公主！我许愿了。闻起来像有派对，我没有被邀请吗？你们可以给龙一些蛋糕吗？拜托。行，欢迎来到我的派对，酷霸王。你真好。你确定这是甜点吗？是的，是的，是的。继续吃吧。我会处理它的，吐出桃子公主，把你的牙齿留给你自己。这是一只苍蝇，吃吧。啊不，酷霸王，够了，我恢复了体型。小心，躲在我身后，我来对付它。我们还有星星、马里奥。他帮不了你的，我现在隐身了，我们会看到的。哦不，我们必须扑灭他内心的火焰。马里奥，小心！干得好，奇诺比奥，喝点水，酷霸王。太棒了，你们救了我们。我们走吧，公主。再见。耶，新的冒险即将来临。是平局吗？好的，很不错的游戏。我在哪里？急，弟弟，醒醒！你太年轻了，不能死。马里奥，我没事。医生在哪里？欢迎来到电子游戏角色的医院。工具：注射器、解剖刀、钳子、口红，六个可爱的解决方案。之间起搏器，还有均匀的针脚。我听不到心率，开始胸外按压。快点，皮卡丘，起死回生。我用大招。好了，当然我们需要更多的能量。太多能量了。活了，嘿，医生，你很好。起来，皮卡丘，一切都还好吗？皮卡丘，耶，是的，这个信号意味着一个新的游戏关卡。加油，皮卡丘！皮卡，我会和你一起打的，妹妹。皮卡丘对抗哈吉五级，谁更强？不许作弊。电击，搞定！皮卡丘赢了，我赢了，哥哥。我们继续，我会打败你的。我选择妙蛙种子，我会用索尼克。三、二、一，开始。看起来我要赢了，可怜的妙蛙种子，这也太快了吧！游戏结束，索尼克赢了。这就是你玩游戏的方式，妹妹，我赢了。嗨，可爱的神奇宝贝，哦，你经历了很多，宝贝。我知道你需要什么，
我手边总是有些土，你需要新的土。妙蛙种子，这是健康和力量的种子，种子越多，胜利就越多。剩下做的就是给它们浇水，让它长得更快。我们医院的病人是哈基、刺猬和宝可梦。他们完成治疗后，他们的病就会消失。OK。哦，看起来你需要使用我的特殊技术。我来调配灵丹妙药、水和太阳的魔法，放上我的一种草药提取物，关键是正确的剂量，三滴就可以了。太棒了，先继续治疗，准备好绽放吧，我的宝贝妙蛙种子。我设法让这只神奇宝贝复活了。你好，起来，你感觉怎么样？哇哦，这一朵漂亮的花。谢谢医生，我想表达我的感激之情。等一下，这个健康的西兰花是给你的。你真好。哦，该进入游戏的下一个级别了。西兰花是最糟糕的。这个秘密的角色呢？朋友们，你想扮演哪个角色？在下面的评论中写下你的答案。哦耶，索尼克是我的赢家，长腿妈咪是我的选择。耶，长腿妈咪赢了。可怜的小索尼克，你在哪里？我的小刺猬，给你。可怜的东西，有人让你好难受。哦，毛都被扯掉了，这可以修复的。哈吉，你介意吗？我需要你的毛。好了，接划痕很糟糕，伤口需要治疗，用创可贴盖上。索尼克，你可以洗个热水澡。你的运动鞋需要彻底清洁，吹干每根毛。我想知道它为什么不复活。哦，我知道，我需要金环。嘿，索尼克，活过来！我活了，索尼克，在这里。非常感谢你对我的治疗，医生，至少我能做到，毕竟这是我的工作。嘿，看看我的圈儿，这是一个奇怪的呼啦圈。哦，它也很热。这是一个传送门，太酷了。哇哦，想吃冰淇淋吗？谢谢。不，冰淇淋对我来说不好。看，另一个传送门。哦，索尼克，就是你藏身的地方，蓝色的怪物，弹头博士，宇宙中最危险的恶棍。宝贝，你现在安全了，你没什么好怕的。谢谢你，索尼克。什么？来了新病人，可怜的小蓝，你怎么了？哦，我得走了，我去找妈咪，她是我的最爱。马里奥，马里奥，你好，看我的马里奥打你的妈咪。妹妹，快点去吧，去吧。耶，水管工统治世界。哦，妈咪，
我告诉过你，电子游戏很危险，你需要马上去医院。妈咪，他在哪里？哦，多么可爱的小心脏，现在他属于你了，小兰。哦，急诊病人，长腿妈咪，坚持住，宝贝。嗯哼，我爱你和你的胳膊，我马上给你缝合，你会没事的，不再需要针了，只用清洁刷。现在我们看看污垢藏在哪里。哦，妈咪，我听不到你的心跳。哦不，后背上还有扣子，我怎么没看到呢？我用什么覆盖上伤口？口香糖。给我一分钟，妈妈。太棒了，还有一些发带。我把它缝起来，现在一切都取决于魔法。粉红色的弹性提取物，魔粉末儿。阿啾！哦，可爱。或者提取物。那有什么？小兰醒了吗？不过好像是的。加油，妈咪，活过来吧！不会成功的。有什么办法？这什么？你的口水，我不需要，这不卫生。我们究竟如何让长腿妈咪回来？妈咪，你活了，谢谢你，小兰，我们救了她，我真的很感激。医生，哦，小兰，你该回去游戏里了。至于你，妈咪，你要吃维他命，我去拿。糟糕的时机！哦，不能相信游戏里的角色。